健康饮食，服从口入，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节目。今天可心制作的这个麻婆豆腐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儿。如果您没记住这道麻婆豆腐的具体制作步骤，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节目微信，发送麻婆豆腐就能获得具体的步骤。同时呢，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，通过链接进入答题系统。连续回答对5道题就可获得1000元红包，并且还能额外免费的砸一次金蛋，金蛋内的奖品有益生菌、氨糖、多种维生素、蛋白粉等等，超多膳食好物等着您领取。今天呢是答题活动的最后一天，抓紧时间参与吧。嗯，这么快啊？这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。哎呀，那我这个家里人、身边人是全参加了啊！现在是人手一份奖品，所以呢，现在只能动员一些没有看过节目的新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，参与有奖答题。那这次这个活动奖品这么的丰厚哈，千万不能错过。这个奖品的价格属实不低，而且答对5题就能免费领取，活动门槛也是非常的低，而且很多人啊都在群里啊。发这几天的答题笔记、答题攻略，现在呢，咱们微信群里的标准答案是满天飞啊，扫二维码进群就能看到。嗯，真是的，你看我啊，当初都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来答题的，你这最后一天答题成了开卷考试了。哎呀，今天要是参与，那简直太容易了，真简单。对，就是答题呀， 得奖不重要，是啊。重要还是学习知识，只有认真做笔记的才是把学习知识啊，把这个知识学到脑子里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赶紧扫码答题砸金蛋呢，奖品可丰厚了。答什么答，根本就没有奖品，你可别瞎弄了。你看怎么没有奖品呢？这不都是我得的奖品吗？还有这红包，这还有没邮寄来的奖品呢？什么奖品呢？肯定都是几毛钱的奖品，别糊弄人了。不是糊弄人的，这我都查过了，这奖品价值都小100块钱呢。还有那个红包额度特别高，都有人中了那个近1000元的大奖的。真有这种好事啊？我也要参加答题砸金蛋。你必须扫描屏幕下二维码，添加微信好友，点击答题链接，然后连续答对5道题，就能进入砸金蛋环节，众多好物等你来拿。哎呀，真能中奖啊，我砸到个大红包。咱们的答题热情现在是十分高涨啊，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，很多朋友看到身边人已经拿到了奖品的快递，现在都赶着最后一天参与活动。但活动归活动，我们还是要解决微友的提问。老师，我这儿有一个微友叫做好运来哈，他说老师看了你的节目，今晚就要做豆腐了，但是豆腐和什么食材不能一起吃呢？我觉得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的。这现在很多人受我们的节目影响哈，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，这是有意识了。跟大家讲，豆腐不能跟草酸含量高的食品一块吃。芹菜、韭菜、茭白、芦笋啊，再有就是跟鞣酸高的食品不能一起吃，柿子啊，这个茶叶，青香蕉，这都不行啊，因为豆腐里最主要的钙含量很高啊，对吧？你跟这些酸性物质一碰，它就变成硬疙瘩，形成结石啊。其实高钙的食品呢，还有各种钙片，都不能跟这些酸性的食物一起吃，这是个经验啊，最起码要间隔1-2个小时以上才行。